牧神终于等到你。欢迎进入无限游戏论坛。今天看到一个玩家巨神奇的玩法，在人小镇打真爱之船支线任务的时候，打出了让人鱼吃安德烈的剧情。我第一次看到，这怎么打出来的？这玩家心理值很高吧？他到底是怎么打出来的？打出支线就能做到。我靠，牧神，赶快合影！杰尔夫的血腥密谋这个支线，完成度超过80%后，司机会主动下海潜伏，等待时机杀安德烈。杀安德烈过程中散发的血腥味会吸引人鱼来吃掉安德烈。这个玩家是纯新人吗？第一次就能打出这个，有点厉害。抖音。